日前，跳水皇后郭晶晶为香港海洋公园保育基金举办的为海洋发力宣传活动拍摄电视广告。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她，头上戴着色彩斑斓的头饰，化身珊瑚妹，加上一些扮演八爪鱼、蟹和小鱼的小朋友，造型别致，十分可爱，以此来呼吁大家为海洋发力，维持海洋生态平衡。参与此次拍摄的还有林峰和洪卓立，他们也在广告中演绎了海洋生态中不可或缺的珊瑚。他们均表示，能够参加这次的宣传活动，为海洋出一份力，相当有意义。